我是高宏安列车的那112年了，4月28号瑞芳虹桥路，10:23刷牌的是右列车龙哥。啊，应该来了啦，确定了啦，对啊，8769嘛，对吧、啊？因为绿灯。好啦，重新再讲一遍啊，刚那个是752骑车获利哦，上一步是752骑车获利，然后这边8769次。花莲发车经由北回线开往七堵的历史首度第一次回送的 I169 单材电脑加夜用3000系12年免损3031的皮蛋豆腐太阳绿色带新能机的新能机自然列车准备通过8769次差不多。来了吗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喂，会上了，耶、yeah, ！我的8769是 I169。耶，你好，历史上首度会上哦。蓝色的布啦，是吧？那个是冷气的地方。我的8769次哦，再见，拜拜。花莲发车，今要北回线，开往七堵。太阳三千零2面数，3031的皮蛋豆腐太阳，绿色的新能机，这台列车历史上第一次首度回送。I169单材电脑在瑞芳明登陆通过了，14:26，4月28号啊，今天表定了晚一个小时，谢光再见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还蛮感动的，早拍到8769还不错了。